政府亦都一直致力係推動一個無障礙嘅環境，等到殘疾人士可以自由進出一啲建築物同埋使用其中嘅設施。各個政府部門咧，除咗訂立同埋執行法例之外，亦都會採取行政嘅措施啦，同埋推行一啲改善工程嘅計劃，盡力為殘疾人士提供暢通無阻嘅通道同埋設施。政府將會進行研究，參考一啲海外城市嘅通達設計標準同埋做法，檢視香港社區嘅環境，制定消除障礙嘅策略，等到殘疾人士可以無障礙咁進出，並會提出切實可行嘅建議，包括應用科技啦、獎勵計劃同埋專題培訓及教育等措施，以進一步提升香港社區嘅通達程度。